闹唱唱歌，这家伙现在火了，这家钱挣的，连他们那推手经纪人都大把挣钱呢。哎，我终于找到努力的方向了啊！当那个红人推手啊？你这头，娘，推推我呗，就我这条件，你给我包装包装，宣传宣传啊！阿丽，你就别当网络红人了，你还是踏踏实实做人吧。你看我行吗？能不能按照我这个给我打造一个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先锋的文艺青年什么的都可以吗？不都是吗？子栋，我觉得给你打造成抽风文艺青年倒是靠谱，也行啊。脸脸最近温习怎么样了？还行吧，还行。脸脸，你说你每天日以继夜的在这复习功课是为了什么呀？那还用问吗？为了能考上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学。练练呢？你这么的呀，太辛苦了。啊，你这样一点都不省事儿。我给你指条明路，好不好？啊，啥明路？你看那些体育明星啊，一拿到金牌，立马保送大学。啊，练练，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包装包装，肯定能行。哼，我，你能行吗？肯定没问题呀。那你要是成功了，你不就是我的恩人了吗？脸脸呢？放心，我肯定能给你打造成网络红人啊。那个打造红人呢，需要一个团队啊。阿丽、子栋，来，虽然你们当不了网络红人，但是我邀请你们加入打造网络红人的团队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脸脸。